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27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8月16日至20日在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将设立开幕式馆、主题国馆、主宾国馆、南亚馆、东南亚馆、资源经济馆、口岸经济馆、园区经济馆、数字经济馆、先进制造业馆、境外馆、区域合作馆、文化旅游馆、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馆、生物医药和大健康馆。永不落幕的南博会、南亚东南亚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等15个展馆，展览面积约15万平方米。作为深化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重要平台，本届南博会还将举办第四届中国南亚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省长论坛、第16届中国南亚商务论坛、第4届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大会、第9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第5届中国东南亚商务论坛、第2届 RCEP 云南国际贸易投资合作论坛、第4届新时代延边开放论坛、经贸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等会期活动。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数字化、精细化，南博会正推动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更宽领域达成互利共赢，更深层次开展经贸合作，更广范围实现人文交流，助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见效，团结协作，谱写新篇，共谋发展，走向繁荣。